我姐姐是很温柔的传统女性，她有遇到事情有时候是会哭的。我们一辈子没有吵过架，我非常需要姐，我全部都要管，从头管到脚。我一直都是她说什么我就说好，我现在应该是比较像姐姐吧，我都默默关心，我是很含蓄的。我姐姐的离婚的证书是我去签的，我不准任何人欺负她。爱的万物论每周一到周三晚上11点，好好看看我。